披萨上应该加菠萝吗？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要小心你身后的意大利人，很有可能他会爆你的菊花。这是一款选择答案来通关的恐怖游戏，我们能否正确回答所有问题并且通关呢？在本期的视频开始之前，求求大家点个赞吧，本期点赞过1000我们就回复所有评论。让我们视频开始吧。给个3连，求你了。哇哦，游戏会在每次通过关卡后自动保存，那我们要直接过去吗？好像只有2扇门哎，这一扇不可以打开，那就只能往这边走了。一条普通的长廊，走了之后后面的门就关上了。这上面有一些壁画哎，但是看起来这些壁画没有什么异样。哦，啊，来玩个游戏吧，我们可以选择是或者否。是的话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女神的雕像；否的话，这边有一个骑士。那我们选否吧。会怎么样 ？Hello， 这个骑士看起来感觉会动的样子，那我们过去会怎么样？我不玩，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。抱歉，你没有选择。OK， 看起来我确实是没有选择的。那我再来，我们只能选择去玩这个游戏了。哦，来玩个游戏吧。是，这边他就不让我过去了。墙就给堵死了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Hello， 那过来玩吧。你都让我玩了，那我只能玩了呀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好了，让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。简单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指玩这个拼图吗？算了，我们去下一个房间。他肯定又要让我们来做选择，对不对？哦，1+8×7·9=多少？8×7，7、8、56，56+1=57，57×9=48，那肯定是48呀，对不对？一个简单的数学题，做得好，接下来尝试一些不同的挑战。哦，是不是这边拼图集齐了之后我们就通关了 ？OK， 就是一个回答问题嘛，简单来说。哇，这边有一个这个电话，我要接听吗 ？Hello。What's up？ 有人吗？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什么鬼啊？你怎么睡了？电话响了多少次？6次或者7次？这我怎么记得着呀？我选7次吧。What？ 这我怎么记着？感觉我们要死，有点完蛋。答错了，你必须集中精神。OK， 电话响了多少次，这也是问题啊。这我怎么知道？又来。1、2、3，哎，4、5、6、7，这一次是7次，他要中途还会吓你一下啊。那我们选7次吧，这包是的呀。这一次我都数数了，包对了呀。到目前为止你做的很好。OK， 前面那又是什么奇怪的壁画 ？Hello，What？ 哦。我可以切换，这是一个女士抱着一个狗狗，挺可爱的。有人在看我吗？我好害怕呀。都是一些古话哎。哦 ，OK， 继续切换。哦哟，吓死我了你！第一幅画上手上拿着什么？弯刀和刺剑。这刺剑吧，应该我记不着了。他总是用一些奇怪的方式来让我答问题，我怎么记得着这些细节啊？你的答案接近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准确。What？ 啊，我们又要开始来。OK， 他应该每次问题都一样的吧？他手上拿了什么？弯刀。OK。哎呦，吓死我了你！弯刀。OK， 弯刀。他就非得吓我这一下是吧？过分 ，OK，
更多的挑战即将到来，感觉会有更多的奇怪的东西啊。这是一个往右边的箭头，这个箭头的方向肯定也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往右看，那有一个绿人怎么了？ What？ 是不是他要靠近我，然后突然吓我？哎，我就知道，丧尸的衬衫款式是什么？哎，这我怎么记得啊？格纹吧，我还必须要看清是吧？这游戏作者有毒，你的视力非常的好，感觉是一个搞笑游戏啊，好多南瓜，这么多南瓜，好怪啊！他感觉又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。哎呦，这里有多少个南瓜？你这让我怎么数啊？不会有人真的傻傻的去数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数不明白呀！我直接男左女右啊，我往左赌吧，好吧，能赢就赢。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南瓜，什么是真正的南瓜？哈，那100不对，我们选99吧。这我怎么知道呀？只能选99了呀。你看起来有点困惑，让我给你一个提示，哪里错了呀？啊，好奇怪呀。所以他的意思是这里的南瓜都不是真正的南瓜，那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？哦哦， What the fuck。 哦，这里有多少个南瓜？所以这里只有零个南瓜。走了，原来如此，这游戏玩的是一个文字游戏，南瓜日快乐。OK， 谢谢你。接下来又是什么？快来吧啊！我已经全部都能够承受了。有一根烟囱。来，好，我要吸这个烟。你吸烟吗？我这都已经吸了，我只能选试了呀。那我吸，包吸的呀，对不对？哎 ，What the fuck？ 什么鬼啊？这里禁烟。What？这游戏好荒谬啊。 OK， 那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吸这个烟是吧？哎呦， Hello， 你在盯着我，那我不吸烟呢？是不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烟给这个雕像抽啊？来给你。哦，哇哦，你吸烟吗？哦，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选不吸了是吧？感觉是一个十分搞笑的游戏，保持空气清新。OK， 谢谢你。那我们出来吧。Hello， 这一次又会来什么？一个大球。What？ OK， 往回撤。Oh no！ 哦，哇，这都什么奇怪的谜题啊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有雷？你妈还来 ？OK， 好，这边又要来，又来。OK， 下一个是什么？有多少个激光出现？这，一二三四五，我随便猜吧，六，我估计是六。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都记不起来了。走得快，好世界。OK， 应该是过了吧？哦，有一个小宝箱。哟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个相机哎。哦，我好像可以拿这个东西拍东西，拍照是吧？拍一下。哦，拍一下。哦，拍一下一个雕像，还有一个骑士。哎。你怎么直接把我砍了？避开攻击。OK， 看来这个雕像啊，我们又得拍它，然后我们还得躲避它。那我们这一次先拍它。最后一次闪光的颜色是什么？蓝色和青色。啊，包是蓝色的呀，我记着就是蓝色，不可能是别的颜色。哎，影的不错。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小矮人，他
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那我选黑色吧，走吧。这次再仔细看看，这我怎么仔细看？他这么远啊，是红色的呀。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OK， 他是故意的，他必须让我吓我们一下。下一关了。OK， 这次又是什么？都快点端上来吧。披萨上应该加菠萝吗？这个问题非常的难，但是我又不是意大利人。是啊，要加菠萝，包加的。哎呦，完了，意大利丧尸。Oh no! Oh no! 完了，走喽。哦，哎，居然能跑得过去，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带来和平。OK， 我已经很期待下一个问题了。What the fuck？ 怎么突然黑了？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监控摄像头，你怕黑吗？这真的好黑啊！我选是吧。哎呦，我已经看到那里有个人了。那我选否吧，我不怕黑。还有人在这敲门。哦，照明电源将停止服务一段时间。What？ 哈？这么黑？这？现在有人在你背后，我们要转头吗？我感觉我不想转头，算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Hello？ 哎呦！他的嘴巴张开了吗？我记着没有，我记着应该是没有的。看一看，啊，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，要恐怖了吗？要变得很恐怖了，感觉。哦，灯突然熄了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感觉随时会有人视奸我，好诡异啊！点一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再点一下。什么玩意儿？啊！你看到多少丧尸？五、六，我看到应该是五个吧，肯定不会是六个。哎呀，好诡异的问题啊！这不难对吧？确实，还行吧。哦，前面那又是个什么鬼怪？完了，墙上六个、七个、七个血手印，八个、九个，出现了多少手印？哦，应该至少十一二个吧，十二个，我选十二个这次，应该啊，我也不记得了，我还特地数了一下。别紧张，来个深呼吸再试一次，那就是十一个喽。OK， 他跑过来了，十一个，十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出现了多少个手印？十一，应该是吧。主要这次又太快了，吸气，呼气，哈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他跑得太快了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二个、十二个，这一次就是十二个，包是十二个，走吧。还不是？我认为你完全可以接受更多的挑战。OK， 每个拼图代表一关嘛，我们还有不少关。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？谁杀了他？左边或者右边？这我怎么听得出来啊？右边吧？应该？我也不知道。调查犯罪现场，看来都没有人杀了他。又往左，谁杀了他？右边或者左边？
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啊？哎呦，他怎么突然大叫了一下？左边我们也过去看一下。哎呦，是你杀了他吗？哦，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下。现在去右边。哈？哎呦，哇，所以他没死哦。原来是这个画干的。OK， 走了。好诡异啊。你像福尔摩斯一样聪明。我们还有几关？哎，这什么声音啊？还有好多关啊。哎呦，这个灯在照来照去，有个老电视，这肯定是要爬出来贞子了，对不对？ Oh no， 完了完了，影像中的图形是什么？八边形、七边形，这我怎么知道呀？八边形吧。什么叫做影像中的图形是几边形？这谁知道？没有高清荧幕不是你的失败借口。哈？那我们要怎么看呀？什么叫做影像？那这次我们选七边形吧。这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看出来呀，完全没有看出来，好奇怪呀。啊？怎么七边形、八边形都不是啊？这要怎么看呀？不是很懂啊，兄弟。走右边吧。这，我感觉我要在这里卡关啊。你的成就是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这就过来了，有点不明觉厉啊。这前面这是什么？一个女鬼。有好多本书啊。OK。又突然黑了。那我们要点一下吗？这是一个地图还是什么东西的？哦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图形。哦，吓死我了。他哪只手不见了？左手吧，应该是左手，我记着。右手我记着是有的。这个就休想蒙到我了。哎，果然又过了一个关卡，结局就在眼前。哦，一个笑脸。又是一个笑脸。又是一个笑脸。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这里有多少个笑脸贴纸？六个，七个，八个。哦呦，七，现在是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目前看是九个，感觉是个陷阱啊。你肯定错过了什么。哈？哎呦，什么玩意儿，突然又给我关上门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这个不是，五个，但是我们现在算五个。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然后这个不算。所以是八个，九个，十个，所以是十个贴纸。他刚刚这边又藏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笑脸贴纸，你看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也太小了，这谁知道？就很抽象，好吧。你将战胜黑暗。OK， 谢谢你。嗯？我？哎，我们这是来到了一个光明的房间，有一个宝箱，开一下。开不了，那我们只能往前走了。又来黑暗。好，直接就给我一个钥匙。OK， 人不错。我收回，但是算了，我只能过去开了吧。他走了。开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宝箱是空的吗？是，里面没东西啊。我目前是没有看到东西的。我以为答案很明显。啊？现在宝箱是空的了吧？没东西啊，是吧？只能选是了呀，我就不信他不是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会让他更明显。开箱子，不
不是，它有个箭头哦，这边有个硬币还是什么东西，这我怎么知道啊，好过分啊。 OK， 所以不是空的哦，胜利就在眼前，现在还有四张拼图，走喽。又是一个宝箱，又是一个开不了的。 OK， 拿上钥匙之后，什么鬼啊，怎么突然一下子有什么木板子出现。嗯，两边门都关上了，来开一下吧。一个笑脸，完了完了。哎呦我操，好大的鬼啊，又是什么问题？你听到笑声多少次？呵呵呵呵呵，应该是五次吧。呵呵呵呵呵，对没错，就是五次，模仿一下应该也是五次。呵呵呵呵，对吧，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，不就是五次吗？哦 OK， 开门几次。六次，对是六次。对没错，包是六次的。哎呀，有时候人就是需要重新再来一遍。你做得很好，是时候休息一下了。真的要给我休息吗？你怎么在这里奇怪的跳着你的舞蹈？到目前为止你通过了多少个问题？20个，不对，21个，我记得是21个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单数，应该吧。耶、yeah, 坚持就是会有回报。还差2个问题，现在是22个了。 OK， 要来吓我了吗？这一关很简单，只要向右走就可以通过。那我叛逆，我向左走，我就不听你的。哎，很抱歉。 What？ 这么过分的，这次是真的，只要向右走就可以通过。那我就听吧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听了。还真的，快到终点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 OK， 终于到最后一个了吗？ Hello， 哪一个是你最好的朋友，狗或者猫？我家养猫，应该是猫吧，也许。快结束了，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。哦，真的吗？要结束了，最后一个问题。 OK，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啊，你忘记了这是一个恐怖游戏不是吗？我选否，我没有忘记。会怎么样啊？那我选是呢。啊，可以了吗？结束了吗？能结束了吗？恭喜，这是最后一个关卡，做出你最后的决定吧。 OK， 好，那我就来做最后一个决定了。是什么呢？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是，是。我只能选是吗？我不选了，拜拜，嘿嘿，走喽。哎，你可真是个天才，你知道如何抵抗别人限制你做出决定的权利。哦，那我可真是个天才，走喽。耶，啊，我们结束了，通关了，我成功了。 Yes， 还是个隐藏结局。 OK， What the fuck。 来，这一次我们再做一个选择啊，你喜欢这个游戏吗？我们就选是吧，啊，现在只能选是了。 OK， 会怎么样呢？不会又要吓我一下吧。哦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结局。哦耶，所以说普通结局和隐藏结局没有太大的区别啊，我们的两个结局都通关了。 OK， 然后哇呀，又吓我一下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恐怖游戏视频，可以点个三连还有关注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